坚持保护优先啊，建设啊，加快建设啊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江源、大熊猫、东北虎豹、海南热带雨林、武夷山等五个国家公园去年呢已经正式设立。我们还将啊根据国家公园的布局方案，今年呢着重推进黄河口、秦岭、亚洲象等新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。那么同时要加快推进国家公园法的立法，让我们的自然保护地啊能够有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障。